呃，经过我们查核之后，目前有九十四位，他是确实没有来登山，但是又没有来做取消的动作，那是要被停权半年的。我是觉得太久了啦，对呀、啊，应该就如果说停权两个月还 OK 啦。 但是我又想说，如果练两个月的话，大家可能就不会怕。他会带冰爪，甚至他连冰爪怎么穿他都不知道，两只脚打架，然后就摔倒，我们去取消，他们不懂。然后就想说，哎，可能那就算了，没去就是钱不要了而已。可是其实他没有想到说这样会影响别人、嗯。嗯嗯 haya wa ekitan na sengkede pimpusi pastai tau ya uka mutu si mana saya don numa aindai syukai kaida, kuradi di